移领衔的海南队，恭喜他们以62万的平均签到数获得了超新星全运会的最强凝聚力战队，他们是我介绍的101吴宣仪、 SNH48 杨彬仪。接下来我们有请火箭少女101吴宣仪和朱星杰登台宣誓，有请。欢迎二位，麻烦我们音频老师把我们麦克风打开。我代表运动员宣誓，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超新星全运会，在比赛中服从裁判，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宣誓人火箭少女101吴宣仪宣誓完毕，谢谢。好久没有男子运动员那么熟悉了，所以咱们就只能说看一下这个，就看一下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刚才第四道来自四川的段奥娟，第五道来自于湖南的苏青。对队友们的欢呼声了，纷纷都起。或者说，在火箭少女101里面的队员，这个好像还人数还挺。的发光，好美啊！哎，这个苏青的，其实这个不穿古装不太敢认。我蛮期待的。哎呀，特别这些我们其实有一些被镜头记录了，有一些私底下非常辛苦的努力，我觉得可能镜头没有办法完全的捕捉到，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阐述能够让大家更多一点点的了解到运动员们的辛苦。嗯，不过待会儿呢，这个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在之前训练的这种效果啊，因为之前两期的这个超新星全运会上也有关于射箭这个项目的这个大家练习的情况，有的人呢确实看起来就是随缘啊，比较随缘的，看看今天比赛里怎么样。因为刚才在开始之前吧，正好这个叫这个杨超越过来采访了一下，他就之前说那个没有，已经说不上啥了是吗？我们哇，好好看，加油加油。期待宣仪的表现。哦，三环，就是现在如果要进决赛的话，至少要拿到12分。才能有这个加时赛的资格，拿到13分进决赛。加油加油！2环，两环，打个10环吧。那就只能打个10环了。宣仪，加油！放慢一点，放慢一点点。加油！加油！哦，也是偏一个位置。对，我觉得我下次参加。欢迎回到演播室，让我们欢迎宣仪。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吴宣仪。欢迎宣仪。哎，让我们欢迎王玉指导，欢迎王指导，欢迎王指导，欢迎。这绝对是一组高颜值的组合。你刚刚射箭的时候我看到了，哎，很杀啊！然后你的那个吴宣仪会撩上热搜啊，真假的？对，我刚刚在看，我刚刚一直在关注大家的那个，我大家各位粉丝和观众对于我们的超英全运会的就关注，非常多的运动员通过自己的表现登上了热搜榜，给大家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哇哦！像吴宣仪会撩，哇哦！于晓彤射箭厉害。子宁十环都纷纷上了我们新浪微博的热搜，说明啊，除了歌舞唱跳以及影视表演之外，我们的
运动员应该受到更多的国民的关注，对，应该是全民运动、全民晋升、全民健康。在我们的指导员跟运动员的鼓励之下，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 对不对？对的。心情怎么样？刚刚从赛场下来？其实我觉得，紧张不到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这个状态是特别值得发扬的，对。然后我觉得很爽。刚刚有点紧张吗？就。在射箭，其实倒还好，不太紧张，就是说瞄准的时候可能方位有点失误。王指导有看他们的比赛吗？刚刚在那个后台有看到他们的比赛。您觉得怎么样？今天这么多超新星，这么多我们一年轻的朋友在这里。对，我觉得现在的偶像不仅仅是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形象嘛，是代表了整个年轻人应该去追逐的一个这个状态。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运动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体验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竞技的状态跟一个竞技的精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之前呢，我们看过了更快的，看过了更强的，马上呢要来看更高的了。哇！大家看到了，王韵指导就在我身边，所以呢，我们马上要带来的将会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啊，这就非常刺激了。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女子跳高的竞赛规则。竞赛规则是这样的，一共呢有12人参与，从1米起�跳，每轮呢升高5厘米。1米1为 B 跳轮，每个高度可以试跳3次，在任何高度上连续失败3次即失去比赛资格。同时呢，在一个高度上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试跳失败之后呢，均可以请求免跳，免跳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高度，但是下一高度的试跳次数只能是在前一个高度上试跳失败后所剩余的试跳次数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还是难度挺大的。而如果出现了试跳高度和次数完全相等的情况下决定名次呢，将会在现有高度上上下调整每次先。特别包括因为交接棒也是一个技术的难点啊，对，可能有领先的队伍如果交接棒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失误的话，那可能比赛的这个成绩啊会瞬间反转。没错，所以说接力就是看每个人的两个人的配合和默契，交接棒的默契的。而且刚才是不是有一名选手已经是拿了我们50米的冠军了？徐梦洁，我们的彩虹已经拿到了一块金牌。好，彩虹感觉能为队伍贡献很强的那个速度。是的，火箭少女101的徐梦洁也参加了女子4x150米的接力预赛。看到的50米的比赛是个人项目，那这种150米的接力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特别特别希望大家在赛道上除了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超越自己之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真的，我上次跑那150的时候其实又摔了，最后的没力气。其实150米我觉得会比普通的100米接力是不是更累一点，稍微因为它多了50米啊，就那50米可能就是你的极限。没错没错，而且刚才穆指导也提到了，平时比赛因为400米的场地的话，我们说包括200米它只有一个弯道，对对 对但是我们的150米有两个弯道，算是应该是两个大弯道对吧？两个大弯道，400米是两个大弯道，已经感觉是马上来有点小终点的交接。徐梦洁怎么样？天哪天哪，这个行追上去的，应该全力起速。我们看到我们的吴宣仪，吴宣仪这一棒已经拉了快，跑在了第一，拉了快40米了，这个太厉害了。哇，徐梦洁后来者居上。徐梦洁，我直到开始加速。冲到第二名呢，加油！哇，好像弯道要反超了，弯道要反超了，第二个弯道要反超了。徐梦洁弯道反超，差1米1米，半米，反超！哇！太精彩了！最后一个弯道反超了，太精彩了！这个直道超车啊，果然是冠军选手，50米的。有点感觉也不太一样啊。哎呦，刚才那个弯道有点排水局过弯的意思，有点那个意思啊。最后一个弯道直接拉了一个身位出来。是，但是我们看到，广东队、广代表队的这个实力太强了，太强了。而且他们交的棒很顺。是，我觉得一交棒他们就能拉很多的距离出来。到吴宣仪的部分的时候，已经领先快40米的距离了，这已经非常大的差距了。而且宣仪的第四棒跑的也非常稳啊。对对对。背景这一棒太重要了，太棒了，为他鼓掌，为他鼓掌，真的太厉害，这个反超真的太厉害，扭转整个局面的背景。而最后时刻，轩逸也非常的拼，把这个胜利最后牢牢的锁定在了自己的队伍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成绩。哎，先来看采访。
好的，首先要恭喜南部队在这一组当中成为了优胜队啊！我看各位都是气喘吁吁的，先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刚才我知道这个魏瑾已经在这个五十米当中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我们先问一下魏瑾吧，这种接力赛和五十米相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就可能五十米它拼的是个爆发，对，但是到了一百五十米，就除了爆发之外，还需要耐力，对。再来问问轩怡吧，这应该是轩怡今天下午这个比赛的第一次亮相，对吧？嗯，感受如何？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看气喘吁吁的，最后都扑倒在赛场上了。因为我平时其实力气蛮小的，我就特别担心会给队员拖后腿。然后反正最后也是尽力了，然后好险拿了第一，太开心了。来，轩怡的粉丝给轩怡加加油，好不好？非常棒，非常棒。那我再来问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在比赛之前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有没有商量战术？比如说谁负责冲刺或者怎么怎么样？有没有？都没有，就是奋力的跑，是吗？已经非常棒了，也预祝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谢谢，谢谢。画面交还给赛场。广东队的成绩目前来看应该是进入明天决赛是完全没有问题，他们拿到了预赛 A 组的小组冠军啊，一个就是超新星全运会的宣传片，啊，也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速度啊，但是26环太可以成为今天女子射箭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了，他们的动作不一定有力，天哪！你们这个项目知道太哦，东部出战啊，东部里边实力非常强，有蒋申、杨超越、刘淑贤，还有徐梦洁。没错。咱们这等待离开来的不是那么那么好，对对。但是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这是我们的，喊一下杨超越，最后一棒的小彩虹，没出分。小彩虹的速度非常快，太夸张了，非常快。南部的最后一棒是吴宣仪啊，刚才说错了。吴宣仪这边应该是追不太上，应该追不太上，差距进一步的被拉开。小彩虹，哇，其实小彩虹是在东部的中间不是特别占优势的情况下，最后呢通过第二棒的蒋申还有第三棒的杨超越，帮助他们取得了领先，到最后呢徐梦洁是帮助队伍最终锁定了第一名，是非常美，我们看到就所有所有观众席这个在看台上的这个艺人朋友都已经是走到了场边啊，真的感谢一棒的这个失误，对对对，啊，最后又摔倒了好像，对，啊，带来的是女子一百五十米接力的这个颁奖仪式。哎，一 K 的速度就是快啊，这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好，请跟上领奖台。好，女子四乘一百五十米接力亚军的是南部，南部代表队呢有杜金宇、魏瑾、张欣，还有火箭少女101吴宣仪。所以说最后在杨超越后面紧追不舍的是张欣，是啊，最后实在也追不上这个小彩虹的呢是吴宣仪，吴宣仪速度还是很快的，对，这个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一开始啊记错了，我以为吴宣仪和杨超越是一棒，吴宣仪是最后一棒，对，吴宣仪真的是奋力的在追小彩虹啊，对，小彩虹实在太快了，而且这两天的比赛啊，感觉魏老师也是体现出了这个大家没有想到的这种运动，五人之力获得了四乘一百五十米的金牌，确实咱们这演播室啊还是挺有福气的，刚才超越走的时候跟他说要拿金牌啊，哎，最后还真的拿了金牌了，超越这个锦鲤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好啊，女子一百五十米四乘一百五十米接力的颁奖仪式之后呢，金
让我们有请广东队全新 Nike Zoom 跑鞋系列跑到飞，感谢京东，感谢奔驰，感谢那个对本次节目的一起来大合影，来到我们的舞台，来到我们的舞台。让我们欢迎所有的运动员，所有的运动员来，我们所有的一起，我们坐前面，坐前面，坐地上。魏颖，准备3、2、1，生儿。谢谢各位。